节目已开通迷彩虎 APP 微信微博，敬请关注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第646期迷彩虎讲堂。那些说美国没有爱国主义人的脸打得啪啪响。当然，露露并不是在为美国人开脱，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，如果对对手没有足够的了解和认知，又怎能轻易取胜呢？与国内不少人想象的恰恰相反，美国对民众的爱国教育非常重视，几乎无处不在。在欧美18个发达国家中，美国人对国家认同和自豪感最强，也最愿意为国而战，这离不开强大的爱国教育。此岛离我国极远，却是对我国最重要的战略岛屿，堪称我国海上生命线命脉，真正的不成航母，却被人窃取。微信搜索并关注军事视频，回复岛屿揭开此岛面纱。在美国，不论年
最后，露露推荐一款好玩的风帆战舰游戏，玩家扮演航海家，探访世界各地的港口、城市，并随时准备迎接来自陌生海域的挑战。游戏操作简单，玩法新鲜，有 3D 自由旋转视角、无缝大地图，还有激烈海战中的战斗特效，以及变幻莫测的天气，制作良心。请打开手机应用市场，搜索迷彩虎军事，下载我们的官方 APP， 在游戏中体验风帆巨炮时代探索与冒险的独特魅力。